าหรือไม่ไอ้ยัง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沿着儿时我想走的路从不回头也没有悔恨经过多少风风雨雨 Hello 进来的是阿姨哥姐妹们好吧今天我们家杀猪了风雨之后才能见到一百多斤的大猪啊今天杀猪喽！感谢所有爱我的人，感谢所有宠我的人，一路上无悔的陪着我。Hello， 进来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好，今天我们家杀猪了，杀一头大猪，180多斤的杀猪，因为现在把猪杀好，就准备做腊肉了吧，到时候就可以有腊肉吃了啊，就准备过年了。进来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看到我这个视频的，给我点3个双击加关注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啊。